點解會揀黃竹坑呢一間鋪咧？就首先，我覺得呢度係一個新嘅區啦，有發展潛力。加埋呢一間係黃竹坑唯一嘅一間大型嘅地鋪。咁我入嚟見嗰陣時，覺得工作環境啦，同埋個門面啦，都好新淨，好大。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幫我去吸引一啲比較有質素嘅客。最近黃竹坑進環呢個盤咁樣啦，咁我哋 part 住。啲師兄師姐同埋外區嘅同事啦，都開咗幾張單嘅，對於我哋嚟講係一件好鼓舞嘅事啦，都好開心。呢個係近30年港島唯一一個地鐵站上蓋嘅項目，有5200伙咁多，仲會依3至4年內會發售。咁你見一見第一期，無論價同量都成為區內嘅新指標，所以揾食指數絕對爆燈啊 ！Joy Us 為你嘅事業同埋收入打拼。做物業代理要講天時地利。黄竹坑唯一大型旗舰地铺，独家大型支援站，超过5000伙新盘商机等紧你，仲谂即刻联络 James 啦！